天来到新开幕的永和优品，来试试蜜月期多好夹呢。首先拿出500元纸钞，成功变成500元零钱。先夹个巧克力试试水温，果然不是随便甩甩就会下来。下面那层也是夹不起来，至少也抓起来嘛。召唤店员求救，这个也太放水了吧。谢谢优品店员。这感觉有机会捞出来。我弄坏了吗？我没有钱可以赔。结果请店员来时就恢复正常了，然后还是继续捞，成功。歪掉了，好可惜。那我们往里面看看吧，目标是这一包。线也太短了吧，好像有机会。就这样给我丢回去。成功捞到一包红乖乖，是因为过了电眼所以没有收爪吗？这个好吃，成功滑下来。轻轻松松，走到底了。好夹，妈妈试喝一口说好喝，于是继续第二瓶。太容易了，会是好夹还是陷阱呢？是有力的感觉。第三次总算下来了，看到小鸡饼都会忍不住投下去。太好了，我又有小鸡饼可以吃喽。没有换过的松鼠饼干，可以捞，抓到了。好，差一点。继续来捞捞。捞到了吼，
乘胜追击，继续。只有一包，好大也是可以。中场小休息。召唤店员排得满满，放弃，没有想夹的了，结算吧。花了350元，一共夹几样哦？一共有15样，还不错耶。只是机台有点少，东西都还蛮常见，没有特别一点的。哦，对了，评论还可以拿30元夹物金哦。顺路来到了综合用品，其实综合用品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前几次来的经验都不错。摄影师被打，到底这边要建议大家一件事，如果同个方向夹不到，不要像我一样笨笨的又夹第二次，试试看右边吧。换个方向成功出货啦，是刚刚有和出现过一样的，会一样好夹吗？综合的台子桌很多，这间几乎每台夹多样就可以换东西，像这台夹6盒可以换小生娃娃，但可以换的东西我们都没什么兴趣。等待店员的同时，偷偷夹旁边的台子。这台夹一盒可以换袜子。妈妈累了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。给大家看看上次频率来夹的几个影片，顺便说说今天的心得。觉得永和优品是好夹，但饼干都太常见，可能我最近太常夹了吧。还是推荐不常玩的人去看看。中和优品能换的东西也都不是很吸引人，但内容物都有常常在更换。而且太空包最好夹的地方就是优品。不像其他地方都很丢。今天的影片差不多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订阅看我其他间继续实测哦，也欢迎下方留言跟我聊天。